唱跳天后李玟日前透露腿部有天生缺陷，再加上常年表演导致病况加剧，近期决定开刀治疗，消息引起粉丝们关心。目前已返家休养的她，八日在微博发文，术后首度发声，写下手术顺利完成，虽然很痛，要重新学走路，但是我可以的。她向自己加油打气，并分享一段影片，记录从手术前到复健的过程。影片中，李玟躺在病床上，直呼：“我不相信我需要用这个输氧管，也必须使用辅助器才能行走。”李玟才刚出院，走起路来仍相当吃力，不过坚强的她却还是每天积极复健，画面让不少网友看了心疼。Baby, female warrior.